我等一下要去出席风力风力的活动，然后我已经就是化好妆，然后换好衣服，然后我等一下换个鞋子，我就要出发去用头发。今天要去找之前拍杂志合作过的发型师、化妆师，然后我今天就要去给他用美美，然后就会去出席活动这样子。对，我想说今天就是拍一个也是 vlog 的概念，但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活动要出席，然后就想说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那个其实现场的场合是怎么样。但其实我们基本上去就是可能看他们新品发表的一些东西啊，然后拍一些照片，然后我们就会放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。对，所以今天应该就是这样，然后晚上会跟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去吃港式餐厅，对，很期待。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讲，然后想说等一下可以再给大家看仔细一点我今天的妆，因为 Foley Foley 他们的牌子是他们的品牌颜色是橘色，然后 Foley 的这个字是白色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就是穿一个白色的连身裤，然后再搭配橘色的眼影，小猪应该会很可爱。然后我现在还没上口红，我现在只有擦唇笔，等下也会上一个比较橘色系一点的口红，对，所以非常的期待。那等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等一下会用什么发型。好，那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I would never let you down. That's just love. And you keep on thinking that's just love. That's just love.Thank20岁生日啦，对，20周年，他们来台湾20周年，没有做功课。
但是我们也是生日 party， 对，很可爱，对，白色的也超好看，我也觉得。哎，不是你最喜欢那个？对啊，最喜欢那个玫瑰金，对，玫瑰金也蛮好看。可是我觉得这种皮表带也很好看，很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。好啦，也是年轻，有，对对对。然后项链，我的项链也是他的，耳环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很漂亮。这是他们的经典款幸运草，这跟那个很像。对对，你在对对，好可爱。大家如果经过东区啊，也可以进来看。嗯，好啊，那我们要继续逛我们的街了。我们要去吃东西了，拜。That's just love. I would never let you down.直男，直男，直男帅，明明就很想上。对呀。And you keep on thinking that's just love. That's just love.我们每天喝水好吗？好，每天喝水。要拍现实动态记录，环保，爱环保地球，谢谢。